说现在已经到达这个点上了啊。刚才我拿我那个 iPod 录了一下，感觉效果不是很理想，因为它那个光太强了，它对于那个对比度一调完之后整个人就是黑的。然后现在我换我这个相机来照一下。它这个建筑也是有点这个现代和这个古典结合的这个意味啊。你看它上面这个雕塑啊，都是古典的风格。这个墙都是，啊，这烧过的估计是，但是这面又变成了一种后现代的玻璃。